是要来抓我的。一板一眼，九子生刃。有点好。你要去哪里？OK， 拿下。你离我好远，但是我离他好远。啊？我觉得我离他太远了。没有保护好我们 AD 吗？没办法，没有奶呀。看清你要去的地方。没有奶怎么保护别人呢？那怎么办？会带来。没事，我要光了。我会回来。回家吗？哎呦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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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烦我。紫卡。哎呀，你想一直 Q 我，怎么办？技术服务于进化，而非没事，寡妇来帮我的。那我怎么办？寡妇帮你 Q， 你活下去。为尘埃，我来抓你。复仇已尽，压力下马。厉害、啊、哎呦我真帅，确实帅。机会只会眷顾等待好的礼节要通过耐心，我接纳了我的使命。王子今天好猛，姜子猛也起来了。只有懦夫才会逃跑。是的，点的陪陪，老板给主播点的陪陪。希望主播不要输太多。哎，我没招闪，我招个闪就好。我稍微会有一点点小偏麦，可以不要对着麦说那个。我们 yes， 不然我在和谁说话？我还能同时打两个语音来。因为你刚刚还扣自然的，这不过是我专长而已。现在有没有好？还行，好一点点。谢谢狗头怎么那么凶呢？这个 AD 怎么那么凶？你现在声音又小了，古怪哦。等一下，等会儿。你将会失败。嗯 ，Hello。一而再，再而三。你再说话试试。对吗？要不打完就把开个 YY 或者开个拉之类的。我们可以去 YY。有耐心才是好猎人，否则就是死猎人。极端很容易，平衡兄弟们怎么办啊？我现在点，好说啊，哥哥。我现在点了陪陪，我不太好说话了，怎么办？你注意。我现在点了陪陪，我不太好说话，怎么办？我是有点打不过这个大战，先去去打。这不是芥末姐，这个是陪陪点的陪玩，兄弟们，为什么现在的陪玩麦都这么差？我操，
什么情况啊？为什么现在的陪玩卖都这么差呀？我不太好评价，兄弟们。哎，被毒死了。皮尔特沃夫终将迎来自己的宿命。哦呦，吓人哦！当弹子程序启动，下吧，开个 YY 吧。好不清晰，可能是这个游戏麦比较怕地，不是很好用。所以说这波我们要怎么打？什么情况？保护好我们 AD 啊！我已经把我的奶全部喂给他了，还活不下来，我能怎么办？光给奶没有用啊，你要帮他区区啊。有呀，哎，是最高端的保护，得把对手全部杀掉。我们都有底线。好，人都让我杀了，那你杀什么？最终会坏大事。我等神风啊！我玩卡米尔的，我等神风。卡米尔等神分是吗？那么问题来了，人都被你被我杀了，你杀了。啊，不能，打不过。他说了，是的。够了。我怎么一上来就开那个？哇，这路三杠零，他好有实力，我被比下去了。我就下吧，我加一下对面的妹妹。不行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碗里看着玻璃的，不太好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。撤回，哇，他们岩雀来了。还有点爆开。你不值得我干了，他都没跑。我得跟着寡妇去。假扮无辜。你可以跟寡妇说一声，他们打也没闪。跳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暴力。算了吧。我好像错过了。哎，这怎么又来了？这是我毫无畏惧的号。这岩雀怎么又来了？为什么不喊我？我有大招，我可以。你在地上，我就给你带了。我这还是我的问题了。当然是我的问题。我被堵在角落了。但是。该死啊，臭眼圈。但是我很菜，你原谅我一下。你我又要保护 AD， 是吧？哎，有点应接不暇。那这个就是需要锻炼的。这么多人多么碍眼！眼神针对上我，怎么？我这是什么时候下来的？很奇怪啊！哎，我怎么下去的？对啊，很奇怪啊！他打不过，跑路。好的领结要通过耐心才能成功。你很混沌。既是秩序被黑暗诱惑的结果，有耐心又来，真是没死过啊，这哥们儿，这么厉害！你的尝试没有意义，给点赞，好了，
现在就总成已经是25了，对，这样。这件事结束时，你也许会看到荣耀有我的身影。那我奶一口，哇，我都没来过上路。等待此程序启动。哇，我失去耐心了，你不知道他的帮助，他将信，而我的眼睛就是终止你。狗子呢？这狗子怎么不跟我玩游戏啊？什么情况？ Enemy double kill. 下路，我推他们。你们怎么都死完？情况就是，是我一个人活的。对，等你一个人在空中飞行。结果一起掉。这么细啊！好细啊！嘿嘿，一零好啊。今年后专家的标志，我不会被误导的。不是，本来最近我也愉快，没事，让我哎，他碰死我、啊。我本来一过去擦眼，任何事都要一分为二，直接让我掉下来。暴力替他作为困难，那你不得给他一点惊喜？对啊，所以我把他们两个都杀了。哎呀，杰西碰瓷碗，残抗破裂的时候，我就有工作。岩雀，岩雀杀了。我有大招，需要我的看一个机身。我要走了，我要先撤了。我先撤了，先撤了。我会该回家了。兜里2200。给我一点兵。你挡了我的路。我还没六神。还差2600块，我就可以做狂。等我六层分你。我忙完了，完了。哥。怎么敢你要？我来自狗头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什么意思？你欺负狗头，狗头欺负我。没有，变声器应该不是这种声音，兄弟们，变声器应该不是这种声音。变声器的话是不能笑的，知道吧？笑的话会很奇怪。他们的任务将会终止。他们露露在哪？露露不在这边。那我有点想杀他们 AD 了。露露在。我失去耐心了。我允许。露山。他有大。等会再查。哇，他不还是有大吗？你们没听过我开变声器吗？我开变声器音质很好的呀。哎，我们家一定要死，我保护他就。那我救不了他，我已经闪现了没他。太好玩了。从单上。带别的路叱咤风云，我一定要有他。我要死掉了。自满会孕育死亡。好的，我相信你死不掉了。等待此程序启动。
我的血液中没有血液类这条路。耐心不是一种技能，而是唯一的。有想法吗？我回家了。我可以回家 TP 出来。没有，兄弟们，这叫的陪陪，叫的陪陪，可能卖那个，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到时候待会打完再把跟他换一个 YY 试试，换一个 YY 试试，兄弟们。点点哦。小心你的眼睛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h, I'm bad. I'm bad. I'm bad. 哎呀，人类你多。AD 这么有实力。人好多呀，我在这一打三二，没办法。我们在三打一，两个跳板，我们三打口头一。我承受太多了。我们三个也承受了很多。啊，这是饺子你在玩吗？为什么这时候？兄弟们，提前说明啊，陪陪不是主播点的，是老板给主播点的。我也不知道这个陪陪叫啥，也不知道他是谁。我是在上路被你打的，不要不要。不会真是老板吧？好的，一定要给我扣分扣。他们的错误会导致他们的覆灭。这狗头被我乱杀，他不会乱杀你们吧？岩雀被他们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吧。要甩锅别甩给我。主播接不接的锅呢？我想一想啊，我想一想，我要不要代替老板接这个锅？没有，上次陪完电不是左下角这个的。主播的无影脚。这撤退信号是什么？他们很多人过去了，我就把这个狗狗杀了。我这么厉害，我去！你无笑话。大门都是高手。不管自己是高手。兄弟们，我突然有个问题，我在想我要不要暴露主播自己的主包身份呢？不然的话，我和大好们聊天还得关个麦，好能跑、啊，好麻烦，我好嫌弃。有杰斯在后面，在哪边？我找你。哎，这不可描述的。再次前就会被遗忘。我也不知道他跑哪里，没找到他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就说他在不可描述的地方。你在挑战我的耐心。来个妙表。耐心不是硬皮，太有实力。跳门就是打个机手脚麻利，他们的代码中存在漏洞。好漏啊，这个 Oh my god， 来来看我位置，冲过去，另外一个人界多，这炮没有打到我身上。我的哇！
力有点。要不拿大龙好了，他们人都不出来了。我来抓你。啊！注意！我觉得他刀还是有点厉害。丢丢丢！野心需要适时的约束。什么叫他妈少爷晚上好啊？我大家都走得这么快，叫我怎么？我需要更提醒。你需要一双花瓣鞋。你怎么不唱、啊？等一下就滴滴。啊！你是自身黑暗受害者。没有起来。我去，我这个一技能没碰到他。牛逼！好好好，牛！我们这 AD 也挺厉害的，叫牛逼！真不能摊牌吧？牛逼！